激动，期待，导演很有眼光，完全匹配，契合度特别高。This is Lang Ping, the world famous actress Gong Li. 要演像郎平的这样一个英雄人物，找巩俐演，他的演技、段位、他的身份、状态，我都觉得他是最霸气。我个人认为，他们是像，怎么气质很像。就他第一天走进来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就哇惊呼，真的好笑哦。推眼镜的动作，就手的那个动作，竖大拇指走路，那种眼神，说话的口吻。你们爱排球吗？看着背影，这是一个演员的能力，就把他变得特别的像。我郎平从来不装，我都是玩真格的。做到了，而且做得很好。会指导我们一些东西吧，然后因为我们并不是很专业的，所以有些点他会跟我们讲，然后尽量让我们去投入做好吧。打球我觉得还容易一点，对吧？对，打球很多东西其实你们自己的，但是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文戏啊。我觉得那个文戏方面真的我们要用心灵来沟通吧。为什么打球？为我吗？那你永远也打不出来。再想成为你我觉得就是说要真实，怎样去真实就行，就是说演戏不要去演，你心里想表达什么你就说出来。拍戏我们很多东西都是玩真的，对，没有什么特别虚假的，情感方面就是当时情感是没有特效，没有特效。我们这代人是苦过来的。你们应该打出你们自己的排球，放开了打，豁出去打。里约的那个片段的时候，那个机器撞了他，然后他那个手进到那个机器里，然后指甲盖掀了一半儿。然后他当时就是没事没事，我还能再拍。郎导，你的手好点了吗？没动，没有，没事儿。他很尊重每一个人，就他真的很在细心在从你身上学习，觉得他能照顾每一个人的情绪。后面一直一边的咬，没有机会。我女排。中国女排加油！中国女排加油！我和你们在一起